范大丞相，许久不曾收到月银姑娘的线报。月银姑娘是当久了王妃，自己的相关都不记得了吧？秦相，这是哪里话？月银生为秦人。 死为秦鬼，哼，那就好。我还以为月银姑娘连自己的弟弟妹妹都不管了呢。哼，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为什么最近都没有他们的消息了？放心吧，大王照料的好着呢。只要你帮本相完成最后一个差事，便可回咸阳。 和他们团聚。什么差事？助本相劝楚王去武关。为何要劝楚王去武关？哼，只不过是和楚王议和，商量商量秦楚结盟之事。秦国真的要跟楚国结盟？ 这些你无需过问，你只要按照本相的命令行事即可。田娘娘，别忘了，你的弟弟妹妹还等着跟你团聚呢。